管家，我们刚入住就遇到了邻居的不文明行为，怎么办？这样，你们带上新朋友，都来我表哥开的仙谷中心吧。大伙儿没事都会来这里放松解忧，有啥事儿咱们一起解决，敞开的说。太好了，我们带上新朋友，马上到。中心，迫不及待排队排了好久了，非常欢迎大家的到来，希望大家可以在澡堂子里呢，洗涤你们心灵。哎，关键是要把我们社区的那个氛围洗出来。是的，洗出氛围，洗出精彩。想要进我们的仙谷中心呢，是有规则的，必须两两进入，并且选择出你想要居住的环境。邻里群居，独栋独居，看你是喜欢享受孤独还是喜欢热闹的氛围。有请第一组张老师和张老师。好的。我们这个社区啊的一个态度让年轻人先选。但我其实也是很纠结，一般情况下其实我挺想就是自己安安静静的，但是很多过年过节还是希望就是能有些邻居，那我选邻里群居吧。走，请欢迎两位来，请两位站到我们的迎宾席。好嘞，你等一下，你走过来。欢迎两位，喜从天降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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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太猛了吧！这个水，哇！哦，这个，我为什么发型忘了？我发型无所谓，没关系。这个，我为什么觉得我突然变成了徐老师的发型？您来说说。我认为没关系，喜从天降。没错没错，放心进。没错，鼓掌。为夏老师发际线鼓掌。接下来有请脱口秀界陆老师和我们的楠楠，欢迎两位，喜从天降。我盖住。完了！出大问题，把喜剧的灵魂找到了。那个郭辉拿来再补一下。有请接下来两位来宾，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仙谷中心，喜从天降。啊！恭喜刘爷，欢迎两位，咱们喜从天降，喜从天降。这条路，喜事连连。张老师，你就这么踩上去了？我没注意，我都。哇！哇，你比张老师还不是平静，这个还是就是特平静。挑选资格橱柜，这个叫做喜上眉梢啊，拿上我们的东西。不是我这是什么呀？你这个瓢，哎，破瓢。哇塞，张老师你怎么能挤进去的呀？张老师您这个有点为难啊，有点拥挤了呀，你这脚有点局促啊。非常合适。哇，我这太厉害了，我就是今天的王者了，知道吧？这个是特地为我准备的吧？这是用手绢来的，你选中了你家乡的才艺。哇！
哎呦哎呦，哎呀，这个人嘚瑟吧，嘚瑟吧。这个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刚才不是很爱跳那个吗？正好适合你吗？不是吧，这个斗鸡，斗鸡来，这。不是，我这个有点痛，说实话。是吗？哦，哇，非常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仙谷中心。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带了一个发带，对吧？没错。接下来，请揭开发带上的贴膜。贴膜，这上面有个膜。作为社区管家呢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这里禁止拍照，禁止大声喧哗。最近添加了一些新的规定，这个规定呢，就是在你们的发带上面。我们每个人的头带上啊，都有一个、两个的字儿。如果你有钱，你会说话的时候带出来了就被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敢说话了。哎呀，大胆点！哎，入住了大伙儿之家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，感觉怎么样？开心。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吗？挺好。就跟那个在家一样，欣喜若狂。哦，欣喜若狂。哎，你们刚才说和以前一样，大家是不是都租过房？租过，正在租。我租房的时候是97年。哇，这里好多人还没有出生啊！我刚一岁。哎，你几几年了？我91的。不要误伤到我。啊，够了够了，这个量太大了吧。天琪稍微复盘一下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你以为你知道了。天琪还是锤锤对我好。快拿小围兜。不是，但是呢，天琪你是不是也要反思？天琪你是不是也要反思？你复过盘吗？本人。本人在这个场子只带许天琪，这是非常对嘛。哎，再说回到遥远的1997年，那会儿租房刚开始我是合租。徐老师，你说你在租房的时候，你把租的那个房子在心里面你把它当成啥？当成一个房子。它和家的区别在你觉得？它和这个后母的区别呀，就是。你们这个也太牛逼了，你们不能让我这样。咱们就先聊，锤锤，你说你遇到过特奇怪怪的那种房东吗？上一个房东，我搬家就是因为他。姐，如果你有钱的话，你会想把他买下来吗？钱，我有。没事，我会买下来。买。如果我有钱，我肯定会买。我刚来上海那会儿没有什么钱嘛，我是在郊区租了一个那种隔断房。本来好像是30一厅，他隔完之后呢，80一厅，这八个人，那你住7、8个人，全是邻居，就是隔音还特别的差。迪发房东我自己有碰到过一次，就我们一起碰到的。本来咱们不是签了2年，然后他突然要把那个房子卖了，就把我们给直接、就是。这个是情理之中的呀，但是合同是签的。我。就是男，你和他住过吗？住过。你住了多久？干嘛呢？看你干别啊！我说你和他住了多久？2年，就是。就是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大家一起住的。刚学会说话的孩子，大家一起住的。邓老师，你帮我拿一下枪好吗？怎么有这么奇怪的要求？帮别人拿一下。不是，我要调整一下麦。
你不是这么想的。我是怎么？我知道我头上什么字儿了。我和他又不熟。对对。他上的那个节目我又不喜欢。都没请你，好像是不请你，不是没请，是请不到。要这么大声说出来吗？然后他突然跟我说：“你帮我拿下枪。”哦，他一定想让我说：“嗯。哦”徐老师，知不知道什么叫“偷鸡不成蚀把米”？我就想巧妙的给你提个醒、啊。知不知道什么叫“画龙点睛”？可以了，刚刚。我去我的！来继续。咱们既然都来了这个大伙之家，咱们这是好社区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这次呢，为了完成邻里和谐这事儿，我们专门安排我们的特派员去做了一个调研。好、哦、的。